这个油是到了吧？几点到啊？马上了，它出发了。我整完这锅就去。一会儿还来安那个燃气呢。一共订了100袋面，4个桶油，一袋精盐呢。对。这大爷连着来3天了，是吧？好，好不好吃？哎呦，我说你那好吃不好吃能来吗？干嘛？我去卸货去了。来货了吗？来了。那去了。中午我先给你们点饭呗。啊，点了饭。你想吃啥吗？随便点。一毛，你有啥想吃的吗？菜粉儿。鸡菜粉儿，炒菜粉儿的。你呢，媳妇儿？我不吃了，我不饿了。啊，那我去捡菜去了啊。阿斌想吃啥？我说你以后点啥都行。啊，姐，哎，点菜，点菜呀，一个鸡菜粉，一个尖椒干豆腐，5碗米饭，5碗了，啊，来，一点送就行，1点送，嗯，知道了，我点完菜了，赶紧去吧，啊。等会儿的送面的车不知道能不能进这个胡同啊，所以我又推个车过来。昨天晚上冒着大雨，我爸妈已经搬进来住了。这块离我们店铺走路5分钟。给大家看看，我爸妈在这屋住。这个房间比较大，然后我准备把面呢和油啊放在这个屋。누구세요？여보세요？네。예，불어당이천상에서밀가루가지고왔는데요。네，집에있어요。내가나갈게요。여기지금한돈생고기앞이거든요。네，내집으로나갈게요。예예。这个车是的。안녕하세요。要擦油，安得得的完全哟。鱼鳍在哪里？鱼鳍有给有，阿佩有，有给有。看车能不能进这个胡同吧。OK。这人开车开的挺好啊。哪里有？有给有，有给有，擦有给有。아신신가괜찮아요여방나도맞아요여기요여기다가네괜찮아요바닥에깔거없나없어요그냥사야되겠어요아빨래테있어요응빨래없어그러면보일러키뭐뜨뜻해뭐괜찮아요습기만안차면돼예、네、물기만안올라오면된다아现在准备卸面了一袋面20公斤，正常是26000块钱一袋，但我们买的多嘛，他给我们23000一袋。三天够了，旅行过也最破。也曾倔强脆弱，依然执着。相信花开以后的一切可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爱恨成百里赢过也输过
也曾灿烂失落，无悔选择。相信我能离去。这些一共110袋面，我家红姨要了120袋面呢。等会剩那10袋，哎，说听，那也得有。剩的10袋面拉到那个店铺去，再拉5桶油过去。现在油车也应该来了吧？豆油车也来了，还下上毛毛细雨呢。都来，都来，都来。有个哦，人给哟，哥哥洗的干哟，哥哥打死给哥哥洗的干么的哟。嗯，人给。那有个人给。哥哥嘎嘎洗洗过干么的哟，有个打死给哥哥洗的干么的哟，不趁咋有洗澡？嗯。그리고이거열개하고뭐다섯개다섯개를저시장으로간다니까저거에다끌고가신다그랬거든네下面我都用纸壳子垫上了。这一桶油50000块钱呢，油也快卸完了。这些一共是120袋面，40桶油。OK， 채우면딱만돼요열개요남는거요거기가게시도가면돼요차를빼고저밖에서내려요네못나가잖아开车准备去牛肉饼店。老有劲儿了，自己扛了110袋面。啊，这去哪个人嘛哟？哪个人嘛哟？哪？那57。嗯。힘좋아요。谢谢。내나이가35요좋은나이다하오하오여기여기여기앞에요여기큰차앞에씌우면돼요여기네보기네여기여기요拜拜拜拜这个车也来了，专门拉豆油的，把这个6桶豆油10袋面拉到店铺里边。等会儿这一毛你给他俩装2个饼吃。有个德西巴有，有个德西巴有，嗯，수고했습니다。계산해야돼요。我给你算一下，他给咱们少拿一袋盐，把盐钱给扣了就行。面内务都堆满了。啊，我让你订100袋，你订120袋。我还想订更多呢，没有钱。吃饭了吗你？还没吃呢，你先吃吧。赶紧吃吧。你先吃吧。妈妈，你吃饭了。吃完了，你吃吧。那冰箱里还有那个小串儿，都拿出来了。嗯，你就吃吧。但是我怎么还没那别都有啥呢？你也吃啊，媳妇。我不吃，我早饭吃了。你大么你都饿了，赶紧大么你都凉了，还吃啥呀？没事，一会儿我饿我自己就吃了，你们先吃吧。现在我也准备吃饭了，面也卸完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拜拜。